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来玩这款游戏，叫做《血咒之城：暗夜仪式》，是一款以探索为主的横向卷轴动作冒险，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哦 ，ARPG 哦。那它这个游戏设定里面有融入了一些以前老一辈玩家所热爱的恶魔城系列哦，恶魔城元素。好，那到底是有完成度是多少不晓得啊，老头说实在也不是恶魔城粉丝哦，但是有接触过恶魔城的类似游戏，玩过 Saturn， 还有玩过任天堂的恶魔城，但是都不是很精就是了。那么呢，这次看到这个画面这么的画质这么的优哦，就想说买来玩看看，而且又是新游戏啊，你要把老头当成是跟风玩家啊也没有错，老头就是跟风玩看看，反正老头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玩横向卷轴的游戏啦。好，横向动作游横向角色扮演的动作游戏，老头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好不好？好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一款游戏吧。啊，这款游戏呢，整体上给我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哦。我们直接开始。哦，一开始之后呢，好多记录档的格子是怎样？算了，不管了。选择并开始，还可以选择名字哦。然后呢，只有普通难度可以选择。我名字要怎么选？可以把它卡掉吗？可不可以打中文啊？老头，啊呵呵，阿咧也塞呗。老头 old man， 可以。有了吗？有了，普通直接开始。哦，大多数受系敌人对打击属性什么东西的，工业革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也大大地改变了人的价值观。这意味着精神文化的逐渐衰退。1783年，热奇火山喷发的火灾，使整个欧洲大陆陷入黑暗之时。至英国的一部分城市中，一大群恶魔趁着这片黑暗突然出现在人世。火山爆发，恶魔就出现了。起因是炼金术工会担心崛起的工业主义让他们失去富有的投资者。用炼金术创造出一些奇怪的生物就对了。人体中的晶片可以与恶魔产生共鸣。献祭了碎片人，无数无辜的人们死于动乱，结果也是为了利益，是吗？人们以为碎片人全部已死于献祭的仪式，结果还有存留，我就是那个碎片人。唯一从恶魔召唤仪式中奇迹般生还的吉贝尔，与另一个因为沉睡陷入沉睡没有参与仪式逃过一劫的女孩米莉安，只有两个人逃过一劫，所以说我们两个没被献祭。那我可以选男主角或女主，是不是？在那一年经过了十年，在那之后经过了十年，人们渐渐遗忘了这件事情。悪魔が城とともに現れる。時を同じくして。ミリアン死なれ。一睡睡十年。その血塗られた儀式が。得知吉贝尔就是这场新的血腥仪式幕后黑手。ミリアン和炼金术约翰内因斯一同向被诅咒的城堡进发。運命を乗せた船はその時を。吉贝尔不是跟我们一样是睡？那个什么碎片人吗？什么什么碎人的？什么醒来之后发现他是幕后黑手？他不是很奇怪吗？我看这画风，怎么有点偏赛洛洛风格哈？还蛮赞的。赛洛洛风格，哇，有捏捏就是赞，这身材我可以。可以动了。本当にジーベルが悪魔を。それは間違いないミリオン。确真万确，就是吉贝尔做的。
实在难以置信，因为我现在还能活着都是吉贝尔的功劳。但事实摆在眼前，加上十年前他经历过的事情，足以让他改变。米莉安，我真的很抱歉，我的同伴对你们所做的事情，那是他们的错，不是你。そんな昔のことより、今やるべきことを考えるべきだわ。本当にジーベルの仕業なら。如果真的是吉贝尔做的，必须阻止他。本来なら親友だった。他曾是我最棒的朋友。シャードの実験のためにたくさん戦闘訓練も積んでるし、私のやれることをやるだけよ。碎片实验让我为战斗做好了准备。哎呦。ところで。十年，为什么我会沉睡这么久？哦，那你也老了十岁了，应该是大妈了吧？それが僕にもわからないんだ。他全身上下一堆刺青呢。わかっているのは時間を止める。刺在你身上是一种停止时间的特别魔法啊，所以说我冻龄是不是？哎呦，それと观察魔力的衰退后，得到了会在十年后苏醒的结论。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伏笔。哦，十年后你将会拯救世界。啊，没有了，乱讲了。箱子里放了必要的装备，看来现在是个好时机，把它拿出来。哎，我可以动了耶！哦哦，你看看，起来的时候那个胸部，哦，没有啦，不是，我说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非常的流畅，很好啊。跳是哪一个？插大是跳。我现在是用摇杆玩啦。我现在摇杆玩。哦，这恶魔城的这个闪避的招式，哦，好像有点印象哎，因为以前老头还是有玩过啊，只是有点忘记了。破窗而入，哦，朗克历险记，破窗结局，这可以踢吗？哎，可以哎。好，剪，短刀功夫鞋，装备。我怎么白羊座的脚？那是装在头部上面，是不是？短刀，功夫鞋 ATK 8，我觉得短剑比较好吧。看样子你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哦，恶魔出现！你看那个男，那个配角，那个脚在抖什么？哦，后退，哦，没有后退，被喷的满身都是，哎，结束。哇，怎么了？碎片恶魔力量化为结晶后的物体，普通的无法驾驭这股力量。按下 Y 触发魔法弹，消耗 MP。蔚蓝的水花向敌人喷洒，弹跳水，来吧吧。我早就忘记这种感受了，就像不请自来的爪子刮我的骨头一样。恶魔的力量转化为碎片，并强烈地附着在你身上。吸恶魔的力量。我认为你发现了程序，阻止了侵蚀。他这个翻译怎么感觉怪怪的啊？确实是那样没错，但你开始吸收大量碎片后，就会难以保证你的安危，哦，像吸毒般的越吸越多，你就会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双面刃，你能使用恶魔之力，但是吸食过多，你也是会暴毙身亡，或者是失控之类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無理だけはしないでくれ。不要逞强啊！我妈配音，谁啊？还有什么东西？哦呦，哦哦，那ところにも悪魔が。恶魔城的大量入侵的船上 ，Yeah， 开始活动筋骨是吧？我看一下哦，碎片，这个是我刚刚吸到的吗？可是这个东西是永久技能，还是说到时候我们可以吸其他的恶魔，然后获得其他不一样的能力之类的、啊？对不对？白羊拔下来，可不可以拔？可以、欸，身上没什么装备，围巾拔下来。看不出哪里有变啊？围巾围哪里啊？哦，在后面。好啦，也这还可以类似那种就是造型。纸娃娃系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戳三下死掉，
嘟嘟嘟嘟，按住可以跳更高。嗯哼，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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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耗材，耗材，体力药水，放在收藏夹，分类，这可不可以用在快捷键上面啊？看一下。嗯哼，虽然我不知道怎么使用快捷键，这边也没有教。啊，没有教就是了。我想要用功夫鞋，我想要看美美的腿腿。哦哦，这可以，美美的腿腿。这个设备会回应魔法。有一个锁子的门，将它举起来，开启后方向。嗯？怎么用？哦哦哦哦哦哦，还可以这样子欸。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代游戏的女主角哦。不要玩，不要玩女主角，什么东西？哎呦，他扒我了，章鱼哥，看好晃哦！天哪，这个怪物叫做洗马欸，太高了，太高了。哇，踢不到，我难过。哇哇哇哇！对，我有魔法，对不对？怎么用？哦，有了，有。这魔法貌似不可以往上喷。恶魔图鉴。我印象中，这种类似的游戏，它都会告诉你他们会掉一些什么东西。哎，是说这个，我记得以前这个游戏好像还有什么刷怪元素吧，刷一些装备是可以靠这些怪物来获得之类的。哎呀，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吧。秘技？什么秘技？悬空脚哦。嗯嗯，怎么用？不会用，可是我快死了。我拿到什么？我等级提升了，下斜钳。哦，莫名其妙耗掉了一堆 MP。那我刚刚打到装备嘛，对不对？裙子有变吗 ？Body， 为什么没有变啊？说好的 Skin Body 呢？哪里过来？好吧，我以为他会照着就是你所打到的装备会有一些不同的样子，怎么会没有呢？只有头跟围巾武器改变了而已。哦，多刷点，算打不到，我往那边走了。这边有个宝箱，哇，这是什么？哇，会死啊！吃水水，哇，那么烂哦。我看一下，这一只叫什么东西来着？这一只，哦，它还没有掉过它的碎片呢、啊。生锈的戒指，饰品，哇，欸，有没有补血的？快捷键补血啊！好吧，那我就找自己吃。道具目录，我打到铁嘞，是用这种方式补血啊。我回来嘞。哦吼，原来是这样子啊。拿到了外套，蜡烛在被摧毁时会掉落玛纳玫瑰，玛纳玫瑰神奇的玫瑰可以补充 MP， 原来是补充 MP 的部分啊，这干嘛？根据我的研究显示，这些属性斩属性、土属性、打属性，这些干嘛？木宅，木宅，我怎么过去啊？哇，我怎么过不去了？按下，对啊，哦，有了有了，现在操作跟智障一样。踹死你！
宝箱，谢谢。体力药水，感恩。以前都用这个方式赶路，有没有？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往下看一下，那地图超大的、欸。啊，记录的、哦，坐在上面可以存档，存起来，存起来。哦，这边是一个存档点，没有什么功能，顺便回血用的。好的，往这边走。哇，什么东西？哎呦，拿到了碎片哦，新能力，定向碎片，啊，火焰大炮，有哎、欸，哦，哦，是耶，原来是这样玩啊，是耶，有个宝箱。地图，我们右边下面还没去过，说，哎、欸，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弄点，哎、欸，踢，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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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巴巴，没烧到，那距离太短了吧？哎呦，吸到他的碎片的，哎，没有，是我升级了。这升级，这个恶魔城系列升级是不用点配点，他自己会上升，是不是？那也没有教学啊，那算了。哇，这边那么多，两座哎、欸！哦，喵星，船的地图，我要怎么看地图？哦，完整的地图呈现出来了，我们上面好多宝箱哦，摸一下摸一下，这个把它按掉。啊哈，左边有宝箱，上面有宝箱，好爽哦！SP 子弹的东西。马，大马是不是？捡到马。然后再是这里，这边一个宝箱，短剑，拿到了短剑，嗯，这是我嘛？我们上面是上不去的，我们只能往右边走。哇，上面那个下面这一处啊，这一处好像有路可以走，但是我没有走过去、欸，算了，不管了，之后再说。哦，这个已经教过啦、啊嗯。对啊，没有错吧？再看一次，最多回旋踢三次，过通过重复的相同指令哦。哎呦，真的假的？哎、欸，真的哎、欸，可是好快啊、哦，我的魔力马上就没了，消耗超快的。哎、欸，下面有一个。死路啊！这边是存档的、啊，可以恢复魔力，非常好。
原来是回魔的、啊。破旧的围巾，只好穿破旧的围巾了。短刀、短剑，看一下可不可以学什么新技能之类的，伤害比较高一点，八点伤害。干什么？因为只有你会吗？秒死！哎、欸，那边有那边怎么上去啊？我该不会是要踩那只大只鸟上去吧？踩踩踩屁啊！硬上！哇，拿到他的碎片了。哎、欸，不是啊，升级。到现在碎片跟升级我还是搞错。八七。啊，这要怎么过？哇，这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到后面应该可以学一个类似像是盾墙壁的吧，然后盾上去这样子。哎、欸欸欸，什么东西啊？鬼火，拿到什么砂糖？居然是砂糖。Go！ 哇哦，这仙兵蛙哥，大乌贼召唤小乌贼啊！这应该是塔口吧？哎、欸欸，哦，我已经有这个碎片了、啊，为什么它还会再出现一次呢？大剑，换一下大剑。哦，天哪，我喜欢这个。哇哇，感觉这样打不错哎、欸！马铃薯种子或者补血之类的、啊，体力药水补一下。这些貌似都不能补的样子，不能吃。哦，这边可以炸出一个洞来啊！水哦，非常好，直接通到这边来。这里我还没下来过哎，该不会这个地方就可以捡我的宝箱吧？发带，拿到了发带。发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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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到了外套。哦，有上升哦，嗯，还可以啦。两个宝箱，短管鸟筒，可以透过装备消耗子弹来发射射击。这个吗？哦，没有贯穿力。玩远程是吧？装备，哦，伤害比较高了一点。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这边还有路可以走，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墙壁。哦。我就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哎、欸，好浪费哦！我们还是换回大剑好了，好不好？拿到什么？哇，魔力上升 ，mass， 1000块钱。那个墙壁用砍的可以直接砍爆哎、欸！隐藏区域，别咬我啊！所以说这里已经都逛完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找下面那个。哦，下面还是过不去。
那个宝箱还是拿不到手。嘟嘟嘟嘟，存个档。哦呦喂！往上走，这是什么东西？推。哦。拿到了鞭子，啪啪！叫我女王，还不快叫我女王！爬上来了，500块。这有延迟哎、欸。他这个劈，他这个鞭子劈下去那个动作有点延迟。哇，这边我跳不过去。还是说这本来跳不过去啊？哎，可以跳上来了。你跳到这边。跳不过去吧？哎呀，晒啦！这个等我血二断跳吧，不好用。我比较习惯大剑就是了。前面这是打王的意思吗？先去看一下别的地方好了，是老鼠是不是？五 G， 右边，啊，快要被我逛逛差不多了，存档。好的，打王喽，动画，哇哦，帅哦。哎，这就是那个吉贝尔，跟我一样的。睡美人，你终于醒了、啊。告诉我，我不是你做的，这太不像话了。人类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能明白了吧？把我们当祭品。10年前的事情，约翰内斯已经告诉我了，确实做了无法原谅。但你现在所作所为，不就和他们没两样吗？舅舅，改造了我们的身体，我就改变这个世界。哦，报复了啦！反社会人格，合作吧，米利安。只有你能够理解我的痛处。我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我们不再当人类啦，舅舅。我从没想过会从你口中说出那种话、啊。是我去找你的，我确信我是个怪物。然后你告诉我，どうでもよくない。生きる希望を失っていた私は、あなたの言葉に勇気づけられたの。力そのものに善悪はない。力の使い方に善悪があるんだって。那你说的对。然后全剧终。我们差不多该回去了。格莫瑞，我觉得一定是他在幕后操作吉贝尔啊，怂恿你知道吗？我靠的！往事的回味就到这了。你是来阻止我的吧？那就来找我吧。这路上你必须取得碎片，并使用恶魔的力量。即使如此，你还能够认为自己是人类的话，到时候再跟我谈吧。我这个格蒙里一定是那种暗中怂恿吉贝尔。BOSS 出现了！哇，可恶，安全库没有啦，我说可恶，没打到。哇、哦，好哦。打完了，怎么打？
不知道怎么打。出现了，没有显示血量哦。打他奶奶，打头，他的头发是海带吗？海藻。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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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上流。哇，我是被推进去吃是不是？我会死，我已经快死了，我要没抹了。啊，补血。嗯哼，补五十滴，打你的海带头。嗯哼，乌鸦，乌鸦，哦，结束，哎、欸，没有，是我砍到升级了，啊，没有，他死了，死去，哇，直接变碎片这样子，啊，获得能力，吸收了恶魔之力，捶打触手，召唤魔兽的触手攻击。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看见了我认识的那个吉贝尔，觉得要阻止他。行，辣妹。哦，动画。序章这样子打开了，所以刚刚前面都序章。哎、欸，直接从这边开始啊，上岸了，我们到了。这里是村落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也是吉贝尔召唤恶魔做的吗？他们的行动比想象中快。米利亚，我们必须赶紧加快脚步，帮守在前方等着我们。ちょっと待て，清理这个区域。嗯哼，清理这个区域。啊，没有地方可以存档哎、欸。哎、欸，这样子船倾斜了，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上去了？我还蛮好奇的。嗯，好像貌似也是没办法上去的样子啊。嗯哼，好吧，我先存个档先，之后再说。意思说这关卡还可以再回头就是了啦，存。You sure？OK， 好啦，今天差不多就玩到这里结束哦、喔。哎、欸，这个试玩个人觉得还不错。今天晚上没有意外，应该会开这款游戏的直播，希望大家呢啊可以跟一下，晚上八点半或是六点吧，就是可能会提早啊来直播这款游戏，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了。好吧，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我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学坏小帮嘞。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啊，我们的血咒之城暗夜仪式再见面了，拜拜。